十一斤的快递。武大哥的啊。十一两的快递。武二哥的啊。十一钱三哥的。又是你亲戚啊。死多，你别笑，笑什么笑？不怕的快递。你爸死多啊？我爸就死多，死多怎么了？那么好笑吗？真是。怎么了？他送你的快递，念到你的名字，我站在警校，这么早有什么好笑的？算了，真相，我是进去的。